请掀开经本241面，241面啊，倒数第四行啊，请看经文。上品众生者，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意趣，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以此功德回向求生极乐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第一句是把品位的名称标示出来，这是上品众生。这个下面所说的这个位次，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首先为我们说明他比前面所具有的条件稍微宽松一些，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这个方等是大乘经典。前面呢，我们看到有读诵大乘，啊，这个地方可以实在讲是没有时间读经，啊，或者是没有受过好的教育。那么现在在台湾，我们教育可以说是非常之普遍。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区，文盲的数量还是相当之可观，啊，就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认识字的。那么这些人呢，读诵就困难了。那能不能修学这个法门呢？能，可以不必受持读诵大乘经典。但是下面这些条件要具足，善解意趣，与第一义心不惊动，这三句话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善根。我们看到这三句，不但这个人有善根，而且有非常深厚的善根。这个善解，他听了这个法门，或者是听到善友劝他修学这个法门，他立刻就能接受，就能生欢喜心，这个是属于善解意趣。念佛求生净土啊，古圣先贤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是大乘中之大乘，了义中之了义，
真的是属于究竟圆满的了义大教，这就是此地所讲的第一义。他接受之后具足了信心，决定了不动摇，这就是往生的真因。当然这种深厚的善根也不是无因而有的，如果说没有因而有，那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啊。为什么有的人少啊，没有的人还占多数啊？原因在哪里呢？佛在大经里面啊，《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很明白。这种善根呢，是过去无量劫来多生多劫修集的，而是在这一生遇到善缘，就是有人劝他念佛求生净土，遇到这个善缘呢，他的善根发心，这是第一个因。善根一发现，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个时候以本愿为神，佛光的加持，所以他的信心呢清净坚定，绝不动摇。那么底下几个条件是在讲，就是说明这个心不动不惊动的一个状况啊，一个样子。从哪里看到呢？身心的因果，不谤大臣，这两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把它念过啊。为什么呢？也许我们自己这一生念佛不能往生啊，就犯这个毛病。犯这些毛病啊，有时候是有意犯的，有时候是无意犯的。佛门之中，自古以来啊，所以自赞毁他，这个是很重的烦恼。是无始以来的习气，无论在世法在佛法啊，人都有傲慢的习气，都有轻视别人的习气啊，所以自赞毁他了。从前李老师啊举例子给我们说，他说你不要不相信啊，你看看外面要饭的乞丐，这在台湾现在没有了，在大陆到处都有乞丐，在从前啊，在外国也有。那个乞丐天天问人讨一点小钱，
也许一天是这个温饱都得不到，穷到极处了，穷是没有财富啊，沦落到乞丐，在社会上地位也没有了，没有地位叫贱，没有财富叫穷啊，穷贱到了极处了，哎，他还傲慢。哎，你看那个有钱人从他那里走过，他还摇摇头，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有这个臭铜钱而已。鞋是他自己的傲慢呢。啊，可见的这个习气啊，是非常非常之深呐、啊。啊，这个傲慢的习气，人通通有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觉得，都有这个习气啊。所以这个《礼记》里面，你看一开头，这个去礼一开头，儒家教人呢，傲不可长啊，啊，这就是承认，傲慢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啊，接受教育。教育是叫你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傲慢呢不可以增长，啊，因为儒家讲的是世间法，没有讲处理三界，啊，所以傲慢不要增长啊就可以了，啊，佛法呢要把傲慢断除，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出三界。这个是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啊，你看这多严重啊！我们学佛的人往往觉得自己学的这个法门殊胜第一，轻慢其他的法门，这个是错了啊！自己修学，自己赞叹这个法门，这是无可厚非啊！为什么呢？你不赞叹这个法门，你学这个法门干什么？啊，人家法门是第一，我这个是第二、第三，哪有这种人呢？前面经上的善导大师为我们开示的很多，法门很多，门门第一啊，佛的法门没有第二的，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在契机啊！什么叫契机呢？欢喜就契机了啊，我欢喜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我修学起来感觉到很容易，很容易成就。我不欢喜的法门，勉强的修学，学得很辛苦，也很难成就。我喜欢的法门不见得是你喜欢的法门，你喜欢的法门不见得是我喜欢的法门啊，个人呢随着他喜欢的法门去修学，这都叫第一啊。所以我们看华严经上的善知识们自己谦虚啊，对人来讲啊自己要谦虚啊，这个是礼节了，赞叹别人。不对人呢，对我自己来讲呢，这我的法门第一啊，对人家讲的是你是第一啊，我这个不如你，这谦虚啊啊，所以说自谦而尊人啊，这个就对了。所以要深信因果，不谤大臣。
那么因果里面有三种，这个第一种呢，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这是一定要相信的。第二，要相信善因决定不可能得我报的啊，那就不相信，决定不可能的。恶因呢，也绝对不会有善果。我们真正相信这一个事实，这起心动念呢，才不敢作恶啊，晓得果报完全是自己造作的。第三呢，要相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个是净宗里面把这个殊胜因果讲到最究竟最圆满啊，你要相信这个。这一层的因果，在许许多多大乘佛法里面，佛显说密说，处处可以能够看到啊，我们能够断恶修善，能够普遍尊敬一切修学善法之人啊，那修学大乘就更不必说了，连世间小善我们都对他敬重，以这个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这就行了啊。行此行者，下面是讲的果报啊，修行这一个法门的人，命与宗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士智，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这是赞叹他，法子啊，这是法王之子啊，如心大臣皆第一啊。诸位要知道，他并没有读诵大乘经典，入行大乘，这个行是修行啊，你修行大乘法解第一义，这了不起啊，诸位要知道，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就是圆满的大乘，真舍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啊，观音是指无量大众啊，来迎接。与千
莲化佛一时受手。那么这个来接的这个状况跟上品僧的不相同，上品所见到的是无量的化佛，上品上僧的这个中僧的呢，见到是一千尊化佛啊，无量大众啊之中有一千尊化佛一时受受啊，这些佛都来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的。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插手，赞叹祝福，如一念亲即生彼国七宝池中。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是寥寥分明啊，就像在眼前一样啊。此紫金台如大宝花，这个宝花是莲花，金秀则开啊，这是经过一晚上花就开了啊，花就开了。行者身作紫磨金身，坐下亦有七宝莲花。那么这个经文呢，跟《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里面所讲的完全相同啊，确实见到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啊，这个身相啊，跟佛啊，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这下面呢是说他得到的利益。佛及菩萨居士放光照行者身，佛放光，菩萨放光，什么时候放光照他呢？在接引他往生的时候就放光了啊，佛光就铸造了。西方世界是光明世界，经上虽讲金秀则开这个花了，西方世界没有晚上啊，它没有黑暗啊，它不需要日月。我们这个世间光从哪里来的？从太阳，从月亮，从灯光灯火而来的啊，才显示光明。西方世界每一个人身体放光，所有一切物质放光，天空也放光，所以是大光明的世界啊，它哪有夜晚呢？没有黑暗呢啊，我们这个世界有时间的观念，时间观念怎么产生的呢？是一明一暗这样产生。如果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呢，这个时间就没有办法产生了啊，所以西方世界说老实话了，没有时间呐，啊，他那里没有时间呐。那么金秀花开呀，这个一秀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修啊，还是我们这儿的一修呢？善导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是算我们这个地方的。我们这个地方一修，那在西方极乐世界，那真叫一弹指啊！啊，所以大师这个说的好啊，给我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哦。原来通通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了，目即开明。这个目即开明，实在讲是心开意解，殷勤续习，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谛。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或者是读诵大乘，或者是不读大乘，啊，纵然是不读大乘，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熏习的这些身教啊，到这个时候豁然也就开悟了。啊，即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今于其日应是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这仅七天的时间，他就证得阿毗跋致了，与无上正等正觉不退转了。这个是在西方世界所得殊胜的利益，利益还不止于此。我们再往下面看，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历世诸佛于诸佛所修诸三昧，经一小劫得无生忍，现前受记。那么我们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啊，因为得佛光明威神的加持，能力很快就恢复了。这个飞行遍至十方啊，是属于神足通啊，这是六种神通里面的神足通，也叫做甚如意通啊。十方世界随心即到，这个心的一念呢，身体就到达了啊，有这样大的能力啊，所以他能够遍知十方，能够供养一切诸佛啊，我们经常常讲的这个供养十万亿佛，十万亿不多，很少啊。啊，弥陀经上特别说十万亿佛国度，那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度。那么说十万亿呢，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世间人情执很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常常想家了。这想家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呢？哦，这十万亿佛国度一念之间的回来，那这个不远，这个地方可以去
啊，为什么呢？可以常常回来嘛，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其实那个能力之大，超过十万亿啊，太多太多了，啊，这佛说法有他的苦心啊，我们要明了。那么既然陈思供养诸佛，在诸佛处所就成就了三昧了。这个三昧总说就是念佛三昧啊，在经一小节，这个一小节在我们这里算时间很长啊，如果在西方世界看我们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就不长了啊。得无生人啊，得无生人就是真正证得七地以上的果位了，那是真的真的啊。前面是佛力加持的啊，你有这个能力，现在是真正真的了啊。现前受记啊，诸佛不但给你说法，而且还给你受记。善导大师这个开示里面的有几段，我们念一念啊，243面，我们从第四行看起。从第四行看起，从第四行当中，回所修业，回是回向，我们所修的善业，定知西方，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一句，你这个善业所得的善果是在六道里面啊，在三善道，所以这一句是非常重要啊，决定指向西方。下面呢就给我们说了四条啊，这个就是决定指向西方。第一个是说明受法不定，或得读诵，或者是不得读诵啊，这个是说明读诵大乘经啊，或是读或是不读。那么我们现在鼓励同修读大乘经，这是什么原因呢？诸位一定要晓得，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是善根深厚，根性的猛力，必定会受现代社会所影响。啊，现代社会是一个染缸啊，决定在身心都受到污染，这对我们修学就产生重大的障碍了啊！所以先要把这些
染污洗掉啊，用什么方法呢？用读经的方法。这个在一切方法里面我们用起来啊，很有效，很恰当啊。读经比念佛有效，因为念佛了只有一句佛号啊，这个佛号啊念久了啊，所以就是念到滑口了，有口无心了，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照打妄想啊，就感觉到是佛号没有力量，压不住妄想啊。用读经的方法呢比佛号啊就不一样了啊。读经一打妄想啊，经就念错了啊，不是漏了字就看错了行了，是吧？所以你一定啊要把精神集中在这个经本上啊，用这种方法，这个离开这个妄想分别，在初学的人来说是收到良好的效果啊，所以这个比较容易舍心。因此我劝勉同修，一天至少要将无量寿经念三遍，念满三年。这念这个三年当中啊，你听经可以，不听经也可以啊，就听不听没关系啊。这个三年我们修学的目的在哪里？是修清净心，目的修正啊。换一句话说，把我们的身心污染呢，把它洗刷一番啊，使这个污染达到最低的程度啊，恢复清净心。第二个阶段呢，就要认真地去听经，去探讨啊这个经论里面的义理，心清净就容易开悟啊。啊，这个心不清净，听一辈子都不能开悟。心清净一听就开悟啊。这个悟有大悟有小悟，有大彻大悟的种种不同。为什么不同呢？每个人清净心的程度不同啊。真正很清净啊，这一接触啊就大彻大悟啊，就明心见性。你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卖柴的时候啊，跟人家送柴火啊，听到有一个人念金刚经啊，他听得觉得很有味道，在站在那个地方多听一会儿，他一听呢他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了啊。念经的人还糊里糊涂，听经的人开悟了啊。这什么原因呢？那个听经的人心清净，念经的人心不清净，念经的人没开悟，听的人开悟啊。一分清净有一分悟处啊，十分清净十分悟处啊。所以开头学佛开头第一个阶段一定要修清净心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第二个阶段呢，这就是求悟处了啊。
这个清净心起作用啊，就是悟。第三个阶段呢，就如了，悟了以后要如啊，入就是真正其如，我们世俗里面讲啊，正果得到了啊，这个正果得到在佛法里头的名词叫其如啊，入进去了，那是要真正的功夫，得真实的受用。这个功夫是什么呢？一句佛号啊，专持这一句佛号能入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读诵经典啊，听经闻法，都是做基础的功夫啊，修学基础的功夫，然后这一句佛号才得力啊。我们今天念佛念得很多，念得不得力，原因在哪里呢？基础没有奠定啊。所以虽然同样在念佛，这一句佛号压不住烦恼。啊，这个是说到受法不定。那么第二呢，就说明善解大乘空义，或听闻诸法一切皆空，皆空生死无为一空，凡圣明暗一空，世间六道处世间三贤十圣等，若望其体性，毕竟不二。虽闻此说，其心坦然，不生疑之。啊，那么这个范围就更广了。所有一切大乘经论，讲到究竟处，讲到真实处，如果将究竟真实做一个总结，那就是般若心经啊。般若心经可以说是所有一切大乘法到最后的总结论。你念了害怕不害怕呢？啊，我们现在念了不怕，为什么？念皮了。初学的人啊，没有佛学佛的人啊，你跟他一说这个，他听了真的害怕，他说什么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我搞什么？我还学什么呢？啊，我们这些学佛的人啊，这学时间久了皮了，无所谓了。其实这个里头道理是不是真懂了？没懂啊，似懂非懂啊。这个上品终身更新的人啊，他跟我们不一样，不相同。他要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确确实实如如不动啊。这个如如不动有两种现象，一种呢根性猛烈，他一听呢他就悟如了，他就明了了，当然他不怀疑，不动摇了。第二种呢，虽然没有这个悟性，他对于佛菩萨有坚定的信心，
佛说的，菩萨说的，这哪里会错呢？不懂也不错，啊，他也不怀疑，啊，他也不会有意见，也能够不动摇，啊，对佛菩萨有真实的信心，啊，这都是很深厚的善根。第三呢，是说明身心是处是苦乐两种因果啊，这是我刚才讲了，你行善一定得善果，你做恶一定得恶报因缘果报，报答。古人典籍笔记里面记载很多，在我们眼前，大家要稍微留意的一点，处处可以见得到。啊，不要认为鬼神是迷信。说实在的话，讲迷信的人呢，他才真正迷信啊。我们这一次在高雄弘法，遇到一位同修来看我，他在法院里面做庭长，是个法官，见到我跪在地下不起来，流眼泪啊，我也不晓得是他是什么身份，他自己告诉我他在司法界服务啊，做法官做了很多年，常常感觉的周边呢有东西跟着他，他自己很清楚，这个判案子他是佛教徒，依旧免不了要冤枉人呐。这一个案子没搞调查清楚，判决的时候判错了，冤枉人呐，甚至于害死人啊！这些冤鬼时时刻刻跟着他了啊，所以他给我说，我这一生幸亏遇到念佛法门，所以他念佛念得很勤，念得非常认真，他说我这一生要不往生绝对堕地狱，你做恶的时候，这个冤家债主还不敢找你的时候，我们世间人讲你走运呢，啊，你正在走好运的时候，啊，这些冤家债主啊也要畏惧三分呢，啊，不敢接近你，但是他在那里等机会啊，你们看慈悲三昧水忏悟达过失，那个冤家债主居然跟了他十世啊，这个仇恨这么深呢，啊，不肯放过他，世世都是高僧，戒律精严，道行呢都很好，有护法神保护啊，这个冤鬼不能贴身，到他第十世的时候做到皇帝的老师，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这个时候一念傲慢心起来，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这一念傲慢心起来了，护法神走了，道心就退掉了，
所以诸位晓得，贪嗔痴慢疑，一股恶念起来了，道心就退掉了，就没有了。冤家找上身，害了个人面疮啊，几乎送了命。啊，你才晓得，这个被害的这个冤鬼，时时刻刻不会放过你的。你看多可怕了！做善一定得善报，啊！佛跟我们讲的施报的三种善果，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财富、聪明、健康长寿，都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这是善果啊！如果我们不肯修善因，这善果从哪来啊？啊，一定要知道，事出世间苦乐两种因果。吝财得贫穷果报，吝法得愚痴果报，不肯修无微不施得这个短命的果报，身体不健康常常生病的果报，这个就是事出世间两种因果。此等因果即诸道理，不生疑谤啊！若生疑谤啊，即不成佛心啊！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这个在佛所说的，这是世间最没有福的人啊，没有福报啊！纵然他现在还很有福报，啊，有财富啊，有地位，我们知道，他今生的果报是过去生修的，不是这一生的。他这一生没修了，只在那里享受了，享受完了，福报就没有了。这一生所造种种恶业，苦报就现前了。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果报尚不可得，何况得生净土呢？那求生净土那更不可能的。西方世界诸上善人都是上善的去往生的，这我们才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所修集的很小很小的善根都要回向求生西方，因为西方是佛善往生的。第四呢，回向所业，标志所归，就是我把我的所有一切善业决定指向西方世界，一定要求生净土，那么这个就对了。所以这一段开始很重要。我们再看245面最后一行，从最后的这个
就倒数第二行看起，啊，倒数第二行最后那个五，啊，最后的第四个字五，明经时，那经时花开嘛，啊，各修就花开了，经修花开，七日，啊，这个七天，就证得，就不退了啊，证得不退转了，啊，即得无生。言七日者，恐此间七日。大师给我说，不知彼国七日也。啊，这是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七日啊，恐怕是指我们这个世界的七天，不是极乐世界的七天。极乐世界说老实话，没有年月日时，没有所说的年月日时啊，都是讲我们这个世界的标准。啊，说此间经于七日者，彼处皆是应念须臾间也，是吧？啊，在他那边的时候，实实在在是非常非常短暂。寿命是无量无边的，无量寿啊！啊，我们这个人间七天，在他们那真的是一弹指啊，时间太短了，这一指啊，这个要晓得。那么从大师这几句话，我们就明了了。凡是佛讲到西方世界讲的这个时间上的通指我们这个时间来说的，同样一个道理，佛如果讲他方世界讲的这个时间，应当都是以我们这个地方时间来说的。为什么呢？每一个世界这个时间都不相同，我们现在知道了，在从前这个交通不发达，资讯没有现在这么便捷，时间观念不容易觉察啊。现在的时候一天可以绕地球一周，才发现有时差不同啊，在一个地球上都有时差不同，何况在太空，何况在无量无边诸佛的刹土啊。那么当然这个时间的差别就太大太大了啊。我们人过这个一天呢，我们看水上那个小虫在水上跑来跑去，我们叫浮游啊。浮游是朝生暮死，它的寿命呢，大概只有十几个小时。它那十几个小时是它一生的。啊，在我们看起来呢，那它寿命太短了。以它的那个一生的寿命看，我们这个人呢，那是长寿天呢，哎呦，这个寿命简直不可思议呀！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啊，这也算是一种时差了，立刻你就发现出来。啊，他那个一生呢，也像我们人间一百年一样啊！啊，所以佛在经上所说此界他方呢，凡是讲到时间这个数量上呢，应该通通以我们这个时间呢来算，这个才是非常合理啊，这个能够讲得通的啊。这大师告诉我们这个意思。那么底下呢，这是说明
的仪不同啊。这个上品众生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得到的好处啊，经上一共说了五种啊。那么这一段就接着啊，这个第七这一小段呢，从应时即能非智十方啊，就是这一段经文到现前受记，证明他方得一即有其五。第一个是身智十方，那么这个身智十方，诸位要知道，不是指一个身，一个身要到十方，那要浪费多少时间呢？啊，二是什么呢？化身去的，啊，我们叫分身，他有能力分身，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面前，他都化一个身去，化身跟真身没有两样。在西方极乐世界本国阿弥陀面前他没有离开，十方所有一切诸佛面前都有他的身，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同时去的呀，啊，同时去的。二名意义立功诸佛啊，那个身到达十方呢，到那里去一定是供养佛，听佛讲经说法啊，真的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有这个本事才能学得到啊，没有这个本事法门无量到哪里学，这学不成功的啊。这是真正学到圆满了啊，这个是解门啊，我们求解在理论方法上得到了。第三呢，明修多三昧，这是修行，不但种种法门你能够理解通达明了，种种法门都能够修学到圆满啊，三昧就是成就啊。四名严实的人啊，严就是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啊，并不是很长啊，稍微延续一点，他就证得无生法忍啊，这是真正证得啊，就是七地以上的地位了。那么第五呢，这是一一佛边的蒙佛受记啊，这个供养佛是随心随念啊，喜欢去供佛听法，立刻就去了。啊，这个分身化身呢，就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利益殊胜，不可思议。这个是上品众生。再看底下这一段，上品下生者啊，这第一句把这个九品的位次为我们表明。第二段呢，是受法不同，
一心因果，不谤大乘，但发无上道心。这是上品下生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桩事情。善导大师在这里说得很明白，我在前面讲的时候漏掉了。诸位翻开243页。243面第二行，我们把这段文念一念。一，从上品众生者以下，实际上就是这一句，总举位名，这个地位的名称，上品众生，即是大乘次善凡夫也。就是这一句，这是说明九品呐，是我们凡夫去生的呀。古时候有一些大德讲解这一段经文，他说上三品啊，是四地以上菩萨去往生的，凡夫没份呐。善导大师的说法跟那些人说法完全不相同啊！大师这个说法实实在在是阿弥陀佛的本愿，确确实实是我们有份的啊。九品从上上品呢，我们通通有份啊。所以这个上三品呢，是大乘心，这个心量广大啊，清净心、真诚心、恭敬心，这就是大乘心。这样的人啊，修善求愿往生的，这个要晓得。那么这个一段呢，上品下生的呢，这个大师也在此地说出来了啊。他这个注子在247面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一，从上品下生者以下总举位名，即是大乘下生凡夫人也啊，是大乘心量啊。诸位记住，我这里讲的比较清楚比较明白啊，清净心、真诚心，这个清净跟真诚非常重要，对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恭敬心啊，有这个心，那就是大乘心。你的一切言行就叫大乘心。那个行善呢，有上中下三等。你行的是下善啊，这个行善呢，这个三等从哪里分呢？从利益众生分啊。如果你行的这个善是真正利益广大众生，那这是大善
如果是利益这一世，还能够利益到后世，那是真正的大善了。能利益现前，不能利益后世，那这个善就是中善了。啊，如果只这个善行呢，只局限这一个地区，这个善就是小善。啊，我们具体来说呢，我们今天能行一个善事，这个善行能够利益全世界的众生，能够利益千年万世的众生，那这个是真正的大善啊，大行大善呐、啊。如果说我们修学的这个善呢，能够利益到我们全国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善是中善。如果说我们这个利益只能够利益我们台湾省啊，这个善是小善，就是只利益自己不利益别人呢，往生都靠不住了啊，就这个善行呢是这样子分的啊，你这个善行越大越好啊，也许我们这想象到了，我是很想修大善呢、啊、大行呢、啊、我没有力量啊。你这样想就错了。行，尽心尽力就叫圆满行。啊，我今天力量只能够拿出10块钱、100块钱，那你的功德就圆满了。你有能力拿10000块钱，只拿100块钱，你的功德就不圆满了。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德。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圆满功德原来是人人可以修的呀。不见得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功德，反而啊，没有钱没有势的所修学的功德，比那个有钱有势的更容易圆满。啊，心量要大，啊，心量要大，啊，影响要深远。这就叫大行啊，大善啊。那我们看看上品下生呢，他们所修的啊，一心因果不报大乘，但发无上道心。我们看善导大师给我们开导的这个文，在247面最后一行啊，我们从二这个地方看起，从一性因果下至无上道心，就是这一段，这个三句证明第六门中啊受法不同啊，这个他修行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都是讲的纲领，这个地方有三条。第一个呢是明所信因果不定，或信不信啊，或是相信啊，或是不相信，故名为疑啊。这个疑呢就不是一个肯定之词呀，他或者信啊，或者不信啊。底下说的，何可一同？前深信也，也可以，或者也可以，
跟前面上品众生人呢一样有坚定的信心。又虽信不深啊，这个信心不如前面所说的善心速退，恶法速起，此乃有不深信苦乐因果也。这一段开始非常之好。我们为什么信心不深？为什么信心呢不定呢？实在说，对于这些因缘果报的事实不清楚，产生疑惑，所以你信心呢就不定。前面那种人他信心呢坚定啊，刚才说过了，一个他善根发心，佛力加持啊，善根发现，佛力才加持得上。第二种呢，他对于老师的教诫根本不怀疑，这个人很难得，老师讲的绝对是正确的，绝对不错的，深信不疑，这种人能成就，叫师子道合。我们今天以佛为师，以菩萨为师，以祖师大德为师，而善道大师在此地还特别教给我们菩萨以下啊，这包括圆觉声闻，我历代祖师大德，如果他们所说的与佛所教的不相应，我们都可以不听。这是教给我们对佛产生坚定的信心啊，这是专指啊佛讲的往生经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周边呢都能看见，也许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善心呢啊，发者会退，做了好事又后悔，是啊，常常有这个念头啊，啊，这个后悔就是恶发了。啊，就起来了啊，所以这个都是由于不深信苦乐因果啊，就是对于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世间跟处世间的因果这些事实还不能完全相信啊，还没有能够肯定，才会有这些忧虑啊、疑惑的这些现象。若深信生死苦者，罪业毕竟不重犯呐、啊！真正知道六道轮回之苦，流转堕落之苦，你真正明了，你就会呀，全心全意的求出三界，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会再做错事啊！不但错事不会做，恶念都不会生啊！为什么呢？一心呢，只想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跟这个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原则就相应了，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呀，啊，这才真正能做到相继。若身心净土无为落者，善心一发是永无退失，啊，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劝大家常常念无量寿经，一遍一遍呢，把西方极乐世界那种真实受用啊，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时时刻刻向往着西方这样的殊胜，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怎么能相比呢？一心向往，绝对不会退转了。啊，我们这个世间，这个金银七宝，大家贵重的不得了啊！啊，一点点黄金啊，首饰戴在身上，觉得哎呀，这个很庄严呐。在西方世界是铺马路的呀。啊，这个宝石啊，是镶个戒指，还有戴着这很美的了。啊，西方世界是干什么？建筑材料啊。啊，建房子用的。啊，所以想想那个地方，这个资源之丰富，啊，我们这边为什么可贵呀？太少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太多了，啊，太多了，哎，这太多了，就不稀奇了嘛，哎，那个说实在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的泥沙了，拿到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珍贵，它没有嘛，它没有嘛，是不是？同样这个道理吧，它那里没有啊，是不是？我们这里有，它那里有的，我们这里没有。嗯，我们这里欣赏，这物以稀为贵，啊，我们这里砖头瓦块，这泥沙拿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宝贵的，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啊，所以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自在，最自在的是长寿，啊，没有病苦，啊，身心健康。思义得义，思事得事，不要为生活奔波啊！啊，没有爱别离苦啊，没有怨憎会苦啊，这才是真正之乐啊！啊，这我们这个世间怨憎会呀、啊，爱别离求不得，这真苦啊！那个地方通通没有，没有，啊，这才叫真乐。